第234集，老皇帝靠回龙椅背上，一副撒手掌柜的模样，笑眯眯地看着下房，十分悠哉。四皇子君木希还扶着苏化婉，原本那样熟悉的一个人，如今再度近在咫尺，却又让他觉得依然远在天边。不再是熟悉的体温，不再是熟悉的眼神，被扶住的这个人一身阴寒之气，表情也冷漠得像冰川冻雪，纵使他也再悟不化。他的目光落在他脖颈下方一片片红痕上，心头怒火腾腾而起，动作控制不住，翻手成掌，照着那罗叶国君贺兰峰就伸了过去。东秦四皇子文韬武略样样第一，虽然平日里不显山露水，甚少有人知道他的武功究竟到了何种境地。在所有皇子中，人们一直都以为武功最高的是十皇子，其次是九皇子，但实际上真正深藏不露的却是四皇子君木希。这一掌本身就是盛怒之下劈出去的，纵使那贺兰峰也是一方高手，在面对君木希突如其来的攻击时还是躲无可躲，震惊之余几乎就只能闭眼等死。而这时却见站在苏化婉身边的一名罗叶女子突然出手了，他来不及救贺兰峰，但却可以同时给予敌人致命一击。墨绿色的衣袖挥起，手掌藏于其中，引着掌心一团黑雾，照着君木希的后背狠拍过去。这一掌力道还是次要的，主要是那团黑雾才刚刚扬起，就被白鹤染迅速捕捉到了一种特殊的也是致命的味道。这是同归于尽的打法，就连郭家人也没有想到，本来是他们来闹场的，结果却演变成四皇子跟罗叶人打了起来，一时间都愣在当场。可是有一个人没有愣，那就是苏化婉。这一切说起来漫长，但实际也就是眨眼之间，苏化婉依然面无表情，眼中却流露出决然之色，整个人一下子附到了君木希的背上。那罗叶女子的毒掌一旦落下，首先拍死的就是她。白鹤染双瞳微放，立即采取行动，只见其右手一抬，一道金光破空而来，势不可挡，快速又精准地刺入那罗叶女子的腕间，金针入腕，整条手臂都随之泄了力气，毒掌几乎碰到苏化婉衣料的边缘，却突然又垂了下去，伴随着那女子啊的一声，解除了苏化婉的危机。但是也不能眼睁睁瞅着君木希就在大庭广众之下把罗叶国君给杀了吧，一个郭琦的案子还没解决呢，可不能让他这四哥再多摊上一笔。于是君木林这头也有所行动了，但不是去拦他四哥，而是一道掌风猛地扫向贺兰峰，直接将这位罗叶国君连着椅子一起都给扫飞了出去，咣当一声撞到后头几人粗的石柱子上面，椅子在飞的过程中就散了架，而那贺兰峰被这一掌打得五脏六腑翻江倒海，胸腔里腥甜往上一涌，一口血眼瞅着就要吐出来，却又被他生生咽了回去，只从嘴角渗了几滴出来。大殿里乱得几乎无法收场，却听白鹤染最先开口发难，他伸出手指指那化身为婢女的罗叶毒衣，大声道，大胆贼人，竟敢偷袭国君和娘娘，来人将刺客拿下。禁军侍卫都是君木林的人，早就得过主子的吩咐，要对王妃也听命行事。于是此时白鹤染发话，那是相当的好使，一说来人，立即就有人来，一说将刺客拿下，立即就有一群御林军将那罗叶毒衣层层围住，刀剑相向。那人的手腕被白鹤染以金针贯穿，此时已经顾不上眼前形势，只一心一意处理自己的伤势。就见他在众目睽睽之下，居然用两根手指将金针从肉里给夹了出来，疼痛让他额间冒了汗，但还是一声都没吭，直到金针整根取出，另只手里也不知从哪儿变出来一团药粉，啪的一下扣在伤处，血流立即止住，小小的针眼很快就看不出来了。贺兰峰一时没反应过来，明明他是被君木林给打飞的，为何现在对方竟睁眼说瞎话，将罪责扣在他的毒衣身上，他不解地问向君木林，十殿下和王妃这究竟是要干什么呀？
你们东秦臣子进宫来讨公道，孤王只在一旁坐着，既没参与也不说话，为何你们突然出手将孤王打伤，回过头来还要栽赃在我罗叶婢女身上？难不成这里所有人眼睛都是瞎的，任由你们指天说地，指方说圆？他一边责问君木林，一边又看向君木希。孤王若没有看错，四殿下方才是最先向孤王出手的吧？烦请四殿下给孤王一个解释。说到这里重咳了几声，君木林这一掌打得可不轻。四皇子看了他一眼，什么都没说，只将苏化婉安顿好，然后后退几步，站到了他实地的身侧。适才白赫然指责罗叶婢女行刺，想必是有另一番说辞，他不好多言。果然白赫然立即将话接了过来。不怪国君陛下这样说，您方才坐在椅子上，中间隔着您的王妃，自然是看不到王妃的另一头是什么情况。但我们四殿下看到了，看到您带来的婢女竟然偷偷在掌心集起一团黑雾，正小心蓄势准备向您的王妃下手。四殿下护下王妃却护不住您，那婢女掌心带毒，内力十足，一掌下去打死的何止是王妃娘娘，实际上是想将您二人一同贯穿，一箭双雕。他说着往前走了几步，盯着贺兰峰正义凛然地道，我东秦是大国，虽说是你们罗叶内斗，却仍然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们被暗算，故而四殿下护主王妃的同时也向您出手，却不是攻击，而是借着这一掌将您送出危险地带。您看，为了救您，四殿下、十殿下以及我三人同时出手，方才保下您的性命，可见事发是多么的突然，事态是多么的危急。他一边说一边感叹，以这种方式救人实乃权宜之计，危急关头顾不了那么多了，也有可能出手重了些，还望国君陛下见谅。伤得重吗？要不要找太医来看看？这番话一出，别说罗叶人，就连郭家人甚至是天和地都震惊了，人们纷纷向十皇子君木林投去羡慕嫉妒恨的眼光，直到有一个不讲理的十皇子就已经够让人头疼，如今又来了一位更不讲理的十王妃，这还让不让人活呀？刚才的事兴许罗叶国君的确是没看明白，但东秦这边的人可是门清的，分明就是君木林和白赫然两人一人一嗓子把苏化婉给震得差点摔倒了，四皇子心疼昔日故人冲过去扶了一把，同时也看到罗叶国君只管自己不顾爱妃，一时怒上心来想拍死这个情敌，然后那罗叶婢女想打四皇子，结果苏化婉挡住了，最后结果就是婢女谁也没打成，被白赫然扎了一针。十皇子显然是不想让他四个冲动之下酿出大祸，想阻拦，但选择了用打飞罗叶国君的方式去阻拦，这才是事件真正的始末。然而眼下谁又敢将真相说出来？郭家人活动起心思，很想站在罗叶人那一方，与之联手向四皇子施压，可是郭问天却冲着他们微微摇头，没有答应这个计划。郭家向皇族发难，说到底关起门来是东秦自己的事，可一旦把罗叶人搅和进来，就凭十皇子两口子那两张嘴，还不得把他们郭家说成通敌叛国，他们吃过这个亏，不能再上当了。一时间没有人驳斥白赫然的说法，除了那个罗叶婢女，然而一个嫌疑人的话又有谁会听呢？天和帝觉得这个事有趣极了，于是乐呵呵地跟那罗叶国君说，攘外必先安内，你身为一国之君，如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我东秦庇佑你罗叶可是庇佑的累啊。贺兰峰的心沉了下去，他明白天和地的意思，今儿这个事要是不认下来，东秦随时随地有可能翻脸，这可不是他来这一趟的真正目的。眼下罗叶也不安定，皇族内部暗潮汹涌，他这个国君做的并不是很稳当，东秦的庇佑于他来说十分重要，当然此番来东秦其实也是为了避祸，甚至可以说是引蛇出洞，
那些隐藏在暗中蠢蠢欲动之人定会趁他不在罗野有所行动。他就是要借此机会将一部分人先解决掉。不能跟东秦翻脸，至少要维持表面的和平。至于暗地里的事，他还得慢慢筹划。他抬头看了一会儿天和地，半晌弯下身来。承蒙皇上教训，孤王明白了。此婢女怀有不轨之心，肯定是不能留的。但她毕竟是我罗叶之人，孤王也想给自己留些脸面。还请皇上准许孤王将此人带回罗叶处置。天和地也不跟他计较这个，反正就是为了给自己儿子开脱。现在罗叶认了灾，他也不必太苛刻。于是点了头，准了贺兰峰的请求。君木林一挥手，御林军撤下，有罗叶侍卫上前将那婢女压住。贺兰峰实在不愿再次多待，于是请旨离开，往事先给他们准备好的客居的宫院去休息了。这时白赫然已经转过身来，一双眼死死盯住那郭问天，冷冷地问道，郭老将军，说说吧，欺君之罪该如何定夺？白赫然的话问得蹊跷，一时间在场的人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甚至就连君木林也猜不明白欺君一说从何而来。但是他相信自个儿媳妇儿，媳妇儿说欺君，那郭家就是欺君，于是也跟着追问道，没错，欺君之罪郭家如何辩驳？说完还冷哼一声，哼，当我四哥好欺负是吧？你们都认为我四哥好欺负，所以当年可着他坑，怎么如今又想用同样的招儿？哼，姓郭的，折你家孙子的胳膊本王也有份儿，为何只冲我四哥一人发难？我也有份儿，要算账就算上我一个。身后君灵犀拉着白珍珍也走了进来，白珍珍一看到郭家人就来气，于是扯了嗓子道，我不进去，小公主你放了我吧，我可不敢跟郭家人站到一个店里，郭家人太野蛮了，他家孩子敢拿刀割我脖子，这万一一会儿又犯病，我可死不起第二回啊。天和地瞪大了眼睛去看白珍珍，心里头那个欢喜啊，这孩子是要给老九撮合的那个吧，这性子真招人喜欢，长得也挺好看，配得上他们家老九。郭家人一看君灵犀也来了，纷纷感到头大，可白珍珍的到来却让他们几乎暴跳。就因为一个白珍珍，郭碧玉竟被打入蒸笼地狱而死，这对郭家来说简直是奇耻大辱。非但如此，还因为这件事让他郭家丢了一半的兵权，这笔账还没来得及算呢。有人忍不住要冲上去跟白珍珍拼命，却被郭问天按了下来。今日要打压的人是四皇子，只有动了四皇子才算是伤了九皇子和十皇子的根本。白珍珍不过是白家一个庶女，可不能把精力都放在她身上。于是他理都没理白珍珍，甚至都没理君灵犀，只反问白赫然，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合着我郭家从来都是以事实说话，何来欺君这一说呀？莫要以为你与十殿下有了婚约就可以为所欲为，你还不是尊王妃呢，只不过是文国公府的小小嫡女，有何资格责问本将军？这话君灵犀就不爱听了，文国公府嫡女自然不能跟你郭老将军叫板，但是敢问老将军，若是本公主与你问话，可有这个资格？听众朋友您好，我是主播小靠，这次在剧中演绎的角色是九皇子君木楚。宝贝儿，听神医毒妃了吗？什么？没有？哼，你不该反抗我的命令的。来呀，押进阎王殿。